大家好，有一个新闻特别搞笑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北京等多地推出鼓励捐精的倡议，然后呢，希望捐精者身高不要低于1.70米，有的城市是不要低于1.68米，不要有明显的秃顶，最高呢，每个捐精者可以得到5150元，有的是5000元的一个奖励。哎，那这个新闻呢？就难免让人联想到前几天引起大热议论的一个新闻，就是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。就是首先是放开生育，生育跟结婚不再绑定了，就是你结不结婚，生下的孩子都享有法定各项平等的权利。同时呢，再也不会变成黑户了，上户口、上学、继承财产。都是同样的权利，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是同样的地位了。这个呢，有人说了，这是生育政策的一大进步，更具有包容性了。这个新闻刚推出没几天，就各地纷纷发出了求种子的倡议。然后，那这个新闻出来，大家又是议论纷纷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想的就是，姐妹们。是不是很多姐妹们很着急需要种子啊？不想结婚了，但是想有孩子，那就需要种子。那其次，你去种子库里找种子，那你不得想一想啊？生孩子是个大事儿，对吧？它涉及到基因传承。那大家想一想，什么样的人种子闲置、种子太多，他会去捐呢？那姐妹们去种子库找的种子。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后患？会不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有一个情感博主就这个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，他也说了他的很多观点啊，就很有道理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，这个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是一大进步，因为呢，他这是为普通人、为穷人着想的，不关富人什么事儿。因为高富帅的话。他生育从来也不受什么结婚的限制，有大把的女人愿意为高富帅生孩子。从古至今，婚姻约束不了他们，政策也约束不了他们。如果说咱们国家政策管得严的话，人家高富帅有钱有实力，完全可以换一个国籍，给自己的孩子办上合法的身份，完全可以绕开我们的政策。然后不利之处呢，就是。人家把钱、把资金花到国外去了，无法拉动我们的消费，对吧？那我们国家开放了这个生育政策之后呢，那这些高富帅们就不用绕弯路，到外国去了哈，人家直接就在中国，是吧？就给孩子办上合法手续就可以了。那都说了，既然高富帅人家都不缺女性资源，人家的种子后边都有一大堆美女排着用呢。显然高富帅他呢，首先是。种子自己得用，他不会去捐。其次，高富帅也看不上那个5000块钱的鼓励啊。而且这个事情吧，他还挺令人羞涩的，还挺尴尬的啊。咱具体不太懂是怎么捐种子的，反正看到网上啊一些评论区，就觉得这事儿还挺尴尬的。本身一般人呢，他也不会去。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呢？那有一种可能就是生活特别困难。5000块钱，他觉得是对他非常重要的人，他会去捐，对吧？第二种呢，就是说格局特别大的呀，他一看咱国家这多着急呀，这些新闻、这些政策都是一环套一环的推出来，先是取消生育限制，然后立马就各地急求种子，这说明啊，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关乎到我们国家民族了，是吧？要前进、前进、前进进了。那国家需要匹夫有责呀，那有这种大格局的人他会去，但是呢，多数人可能还是看中了这个奖励，毕竟这是有偿的。如果你说都是大格局的人去的话，那就不必要给几千块钱的奖励了呀。就任何东西，他只要给钱了，他就容易产生一些。不好的后果，就很多，他是急需钱的困难户，他就去了。真正的不在乎钱的，又有格局的，那毕竟是少数嘛。
对不对？又高富帅的，或者是只是帅的，他们都不缺女性资源。就普通人，你要极帅极帅，帅的跟吴彦祖似的，帅的跟金城武似的啊，那都是不缺女性资源的，人家自己都不够用。而且你要想着捐了种子之后呢，可能给自己增加了后代，人家本身都不缺女性资源，本身有自己的孩子，他可能不想给自己有那么多麻烦，万一哪天啊外边又跑出一孩子，又说跟你的孩子是兄弟姐妹什么的，那不给自己找事儿吗？所以说一般人家有家庭有女性资源的显然不会给自己找这个麻烦，因为这个事情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呢有很多后遗症的。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捐呢？你要看这个种子的质量，身高不低于1.68米的，不低于1.7米的，这个在现在的相亲市场都是饱受鄙视的呀。如果你一个1.68米1.7米的去相亲市场，很多女顾客一看，哎呀我没兴趣，看见活物都没兴趣了。那现在姐妹们，你去到种子库就买个种子，你连活物都见不到，你他是不是长得让你格外的嫌弃和磕碜？那你根本就不知道呀。难道说眼不见为净，这个时候你不在乎他身高只有1.68米，身高只有1.70米了吗？然后能去捐的都说了是这种女性资源的困难户，然后几千块钱对他很重要的，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中国有3000万老光棍儿啊，他们是没有生育资源的，没有女性资源的，那这个时候他们正好可以去把他们库存的种子，平时也用不上，一直闲置都要过期了，他得赶紧捐出去，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啊。那这样式的他们这个群体本身在相亲市场上女顾客一看掉头就走的，那如今把他的种子给征集起来了，难道姐妹们这时候你就不嫌弃了吗？那有人说了，不至于吧不至于吧，那种子库肯定会把每个人的情况啊照片啊都会写得清清楚楚呀。那大家想想啊，刚才已经排除了不可能有很多高富帅去捐的呀，那你说你看了照片，你要是一下没了兴趣，那顾客没了兴趣，那种子库的种子都过期了怎么办？有没有可能像咱们买方便面一样，方便面大家都吃过吧，到时候啊，就是那个图片稍微美化一下，资料啊稍微整理一下，在外边写上图片与实物略有出入，但是呢这个实物呢出于保密，对吧？哎，你是看不到的，毕竟这个买种子跟买别的不一样，它会涉及到后代呀，它涉及到很多人伦的问题啊，它可能不告诉你啊。所以说呢，这玩意儿买种子啊，你有可能买到一个就是你相亲根本都看不上的人的种子啊。哎呀，细思哎极恐，有点膈应啊。反正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呢？欢迎姐妹们在评论区踊跃发言，当然了兄弟们也可以发言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